大家都要尽力，否则的话我收回我的奖金。当然了，我们一定会尽力的。
你们实在是很厉害，不如加入我的球队好吗？不了，不如我们经常来一起练习，那就可以一起进步了。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啊。这里呢是给你们的奖金，随时欢迎来和我们一起练习。谢谢，我们先回酒店休息。大师兄，你是三师弟？三师兄，咦，原来你们认识吗？老板，他是我的师兄弟啊。三师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师兄啊，我早前炒股票输了很多钱，加上买的房子又变成了负资产，最惨的是租出去的房子人家又不给租，所以呢在这里打工还债啊。那你欠人家多少钱啊？算一算的话，现在还欠109,700呢。哇，师兄，怪不得我找了你几天也找不到你啊。各位，不如我们用刚才的奖金替三师兄还清所有债务好不好？如果你们真的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少收一点。 No, 我们现在连饭钱都没有啊，还怎么帮他还债？不如这样吧，帮师弟还债的话，他要加入我们的球队，以后赢得的奖金都要用来还给我们，直到还清为止，这样可以吧？这样应该也可以加强我们的实力，可以赢到更多的比赛呀。啊，这样，哎，好吧。真的谢谢大家，我以后呢会努力的踢足球。你们的兄弟情谊可真令我感动啊，多谢你们109,700元整。哎，不是说会少收一点的吗？是啊，他原本欠我109,702的，现在呢已经少收了。真的感谢你啊。算了，我们回酒店吧。萨瓦迪卡。哎，为什么会有个泰国人跟我们打招呼啊？哎，小姐，哎，你好。你就是少林队的教练呐、啊？你们刚才打得真精彩啊。哎，多谢赞赏。小姐是否找我有事呢？我是泰国队的经理人，刚才见你们打得不错，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和我们泰国队打一场友谊赛啊？啊，当然没问题了，只是给我们两天时间休息好吗？好，两天后球场见。一言为定。我们现在就去会一会泰国队。好。萨瓦迪卡。还杀什么呀，来吧。
我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。想不到泰国国家队不过如此。哈哈哈哈，想不到不过两天你们又进步了不少啊。你这样的口吻，难道刚才只是隐藏实力？如果想知道我们的真正实力，半个月后我们会在香港踢国际赛，到时候来香港和我们比赛一次吧。好啊，看看你们究竟有多强，但是请你们先换套球衣。难道不好看吗？好，我倒不知道多喜欢。哦，难怪你与小虎那么好朋友了。不和你们说了，这是特别的门券，凭券可以在香港逗留一段时间。再见啦。到时候见。新哥哥，我们先回酒店去休息吧。哎，各位师兄，哎，你们好啊。你是谁啊？你不就是六师弟吗？你不是想说他是我们离开之后师父所收的最后一个入室弟子吧？师兄啊，你怎么每次都猜得那么准呢？我做人做了那么多年，这么老土的剧情我当然猜得到。六师弟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其实没什么的啊，不过呢，昨天我练习轻功的时候不知不觉地走得太远了，太快了，来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找不到回路了，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。哇，你的轻功这么强，不如加入我们少林足球队，加强我们的实力吧。这个，我还没有过木人像呢，所以我要尽快回去。其实我初四的目的就是要找回易筋经，既然你已经犯戒下山，倒不如帮帮我。将功补过，那不是更好吗？这个不用想了，就这样了，只好这样吧。咦，阿美，你怎么这么迟啊？我有事对大家说，就是又有比赛了。哇，那么快？是啊，刚才我在外面遇到一个奇怪的人，他说要挑战我们。那约了什么时间？3天后。好，我们还有2天用来教授六师弟踢足球的技巧和规则，大家一起好好练习吧。六师弟，想不到你这么快就可以掌握到踢足球的技巧。师父说过，六师弟是他的弟子中最有天分的。不要再说了，我们快启程去球场吧。你们终于都来了。这就是你所说的奇怪男子？是啊。你们是谁？我们不过是无名小卒，为什么要挑战我们？我们是玉面飞龙队，你们上次打败了泰国队，得到了他们的邀请到香港帮他们集训，我们现在要证明他们的决定是错的。什么？玉面飞龙队？教练，你认识他们吗？不，快开始了，尽你的踢吧。
这才是真正的足球啊！其实你们已经不错了，但和我们比起来还差得很远呢。哈哈哈哈！六师弟加入了也没有用，难道真的是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？不要气馁，他们是连续三届全国大赛冠军的玉面飞龙队，你们打不赢也是很正常的。是的，只要你们努力一点，一定能打败他们的。不要垂头丧气了，我们先回酒店休息吧。明峰，哇，妖怪呀！我都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不是妖怪，是小虎。一个星期不见，你又漂亮了不少啊！当然了，我每天晚上都做 facial。不要再说了，否则我们又会吐了。哎，你为什么会来的？没什么，不过我打听到一些消息。要来说给你们听，是什么？你快点说！喂喂喂，你现在求我了，也不叫我一声美女。哎，各位师兄弟，我们走吧。喂喂喂喂喂，哎，不要不理人家嘛！好好，我说我说，那还不快说？据我打听回来的消息啊，易筋经应该是被一位叫做强雄的人偷走的。原来是他。强雄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他要偷走易筋经呢？他是我的死对头，我的脚也是他设计弄断的。我想他偷易筋经，就是不想我的脚有机会治好。他的身边呢有很多打手呢，所以呢，如果想接近他的话，便一定要参加全国足球大赛。但参加全国大赛，很有可能会遇到玉面飞龙队的。那就更要参加了，因为我们不但要取回易筋经，还要打倒嚣张的玉面飞龙队。好，我们马上去福建报名。哇，我们终于来到福建了，真棒！我想去天界寺。说穿了，我们都是佛门弟子，而且还可以听听天界小钟的108下敲钟。可是我比较想去南普陀寺。不会吧，阿星，你突然这么虔诚？不是啊，我只不过呢是想去隔壁的五老峰，找传说中在瀑布下坐了200年的老师傅，学几招庐山升龙霸。去那里没用，我们现在要去报名。
欢迎光临。你不就是那个泰国女人？怎么又会见到你啊？兼职不行吗？还有，请叫我萨小姐，我都有名字的。萨小姐呀，萨小姐，我们想报名参加全国大赛呀。全国大赛？队伍名称？少林队。错，是威震武林，就快享誉足球界的少林队。随便你，你们要知道，今年不知道什么事，有好多队伍参加，所以组委会决定广东、福建两省只有一队可以进入决赛周。明白。那你们去101号宿舍吧。萨小姐，我们首先会跟哪一队比赛啊？刚刚才报名，怎么会知道？不是啊，已经知道了。真的？你们明天第一场会对福安市的代表队猪扒队。明天？我有没有听错呀？我没有说错啊，是明天啊。那么快，那不就没时间去看风景名胜了？我们劳碌了那么久，还是快点回宿舍休息吧。萨小姐，谢谢。不用谢了。阿星，以前输给玉面飞龙队，我发现我们少林队在防守方面比较差。我也这么觉得。那有没有人适合踢后卫呢？有啊，二师兄啊。他性格那么孤僻，要不然的话怎么会离开呢？但是他的腿法非常厉害，又住在这附近。那么巧，那找他去了。但是我只有他两个月前的通信地址，不知道他还在不在。不理了，反正阿星你一定要把他带回来。又是我去啊？你三两句就可以说服他了。哇，看你说的天花乱坠，满天神佛，可是辛辛苦苦去做的是我啊。阿星，还不快去找二师兄。好，去了去了，用投胎的速度去啊。星哥哥，倒不如我跟你一块去找。也好，先去住宅区吧。二师兄，是新哥哥和我阿梅呀。二师兄，好像没有人在。我猜也是，可能出去上班了。那我们现在怎样好呢？反正肚子有点饿，不如找点东西吃，顺便走走，说不定还能碰到他。伙计。先生，想吃点什么？二师兄。先生，你认错人了。什么什么什么二师兄啊？不会吧，我肯定你一定是新哥哥的二师兄。两位，我们从来没见过面的。怎么了二师兄，你不认得阿梅了？你不记得我了？你们真的认错人了，别再烦我了好不好？二师兄，二师兄。为什么二师兄好像不认得我们？难道他患了短暂失忆症？我说呢，他因为有点事想逃避我们。那有什么事呢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但是我知道谁知道。伙计。先生，有什么事吗？
刚才有个就快光头的服务员，他是我朋友。你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原来你们认识他。其实呢是这样啊，这样啊，这样的。哦，原来前几天有人说他地中海的样子很难看，开除了他，所以现在做了洗碗工人。我们快点到他家去等他。哎，居然碰见阿星跟阿梅。二师兄。先生，我都说我不是你二师兄了。二师兄不要这样啊，我们什么都知道了。二师兄，我和大师兄他们准备参加全国足球大赛，正想找你和我们少林队肩并肩手拉手作战呢。踢足球？不用担心，只要踢得好，没人会看你的样子的。你看碧贤剪坏了头发那么难看，都有那么多人喜欢他。让我考虑一下。好吧，明天早上来101号宿舍找我们，等你啊。够时间了，我们要去会福安猪扒队了。二师兄还没有来啊？看来啊，他是不会来了。不会的，昨天跟他说的时候，二师兄的眼睛里明显流露出一阵阵的挣扎，而在这煎熬挣扎之中，又明显看到想重新振作的念头。在九头牛、两只老虎的协助之下，充分打赢继续潦倒的坏主意，他一定会重投我们的温暖怀抱的。新哥哥，你怎么看到这么多东西啊？看什么都没用了，二师兄还没来，什么都只是说。各位大哥，时间到了，可以走了吧？反正都等那么久了，再多等会儿吗？大哥，现在不是我不想等啊，而是福安猪扒队伟大的球证，还有组委一大群大哥大等不及呀。大哥，不等了，我们走吧。喂，今天是少林队在全国大赛的第一战，